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對事件感到難過，話係之前嘅指令之後領取縱緩，社署當局當局會加強支援精神病康復者，會將現時喺天水圍試行嘅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擴展至全港。係啦，如果佢哋要攞一種服務嚟話，喺個法例入邊治療，咁你做咩啊？咁又如果係摸一種藥水分嘅，或者係攞一種藥嘅治療咧，可能係做中心。冇啦，冇啦。又呼籲任何人遇到問題，應該向社工或者好啦，做爸爸用啦，冇啦。冇先，你自己一陣間又到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希望求得世界盃轉播權出有線電視，跟住同無線同亞視商討轉播部分賽事嘅安排，並以公眾嘅 finish， 冇啦。你哋已經話過，啱啱電視台都係用。